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广谈处理心，处理心，三乘戒律的共同基础。无论出家僧众或在家居士，受戒首先必须有处理心。就能否升起处理心而言，得到人身要比得到天人身还要可贵稀有，因为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中，只有欲界的众生才能升起处理心。欲界又分三恶趣、人趣与欲界六天。三恶趣中的众生，或因所受的苦太猛烈，或过于愚痴，而产生不了处理心。欲界六天中的天人，则因过于放逸，忙于享乐，而不想发起处理心。人类有苦有乐，故才有产生出离心及受戒的可能，但也并非所有的人类都能如此。我们这个小世界中的人类分住在四大洲，北俱泸州的人因遇不到佛法，没人引导，故被排除在外。
二，其余三周的人，即使身体处理行后，也需五根具足，且未造五间罪，非为黄门等，才有受戒的资格。宗喀巴大师对戒律的弘扬影响巨大而广泛，他在三主要道论中解释发出离心的理由是说，无出离心无喜灭，希求有海乐方法，犹豫有乐负众生，故先寻求出离心。法王在《胜利道歌》中也叙说了以出离心为基础受持境界的功德和破戒的不坏，一切甚深定缘乐，皆从依此而生故，破戒恶趣飘无垠，勿令自迷应取舍。在中言心之明典中说，贪着现世无法缘，享受欲乐增贪心，利乐嗔欲求不得，如梦买卖勿舍弃。修行人应反其道而行，依照圣者的教诲，切实认清世间法的过患，进而发起无为的出离心，在受持境界闻思修行，一步一脚印地迈向涅槃圣尘。有一部分人既想得到世间的圆满，又想得到出世间的解脱，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以这种发心，不要说今生，就是千年万年甚至上一劫，也不会有解脱的机会。Thank you.
世间法和处世间法是两个完全相连的法。凡夫妄想两者兼得是万难成功的，只有福慧具足的圣者才能实现。就像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所教示的那样，世上难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所以要做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，尤其是出家众，一定要常常关照自己的相续是否已经真正产生皈依心和出离心，是否对上师三宝升起了不退的信心，戒律是否清净等等。正如修学佛法的同时，不放弃贪恋世间八法，如此下去，其相续中终将产生邪见，丧失正知正见及对佛法的信心。此时就会出现许多违缘，或根本戒也在情理之中，今生后世都会感受剧烈的痛苦，以后无法得到暇满而修学佛法。所以今生八起处理心手持境界极为重要，这是后世安乐之因，因祈祷上师三宝加持，手持境界不遭受违缘。Thank you.
现在我们已得到暇满的人生，完全具足了修法的顺缘。如果不趁此机会发出离心手持境界，设法调伏自相续的烦恼分别心，过了这一世，到了中阴或后世时，就根本没有机会得到解脱，到时后悔莫及。从修法感受方面而言，依靠强烈的处理心而手持清净戒律的人，因为了知轮回中的万法都是无常无实，是业障幻化所成，所以会自然断除无始以来对苦欲乐的贪求。从长远来看，第十天远不及清净持戒的修行人，因为第十天对轮回没有强烈的处理心，在福报享尽后还将堕入恶道中受苦，但依处理心而清净持戒的人，却会进而获得出世的解脱安乐之果。如果没有出离心，就不可能会有自始至终都全心全意皈依三宝的决心，得不到上士大乘和中士声闻的皈依戒，甚至只是一种盲从的行为而已。在家中同样也应对轮回升起厌离心，对解脱升起希求心，就像去拉萨，无论是徒步的乞丐或乘坐飞机的富翁，都是朝向拉萨的目标前进，否则连别解脱戒的戒体都无法获得。Thank you.
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老大，我们扛了78年了，室内滴水，墙壁裂开了。快了快了，新朝风寺正筹建中，你看老三老四在后面努力撑着，在还没动工前我们都要努力撑住，加油啊。是的，他们是新朝风寺大雄宝殿外四角头台庙角的力士。昭和18年1943年9月30日，自山上旧超峰寺迁移至今78年，新超峰寺拥有300年前由大陆南海普陀山请来镇殿供奉的白衣观音，到此参拜过观音菩萨的信众都感到非常灵验。山门经过岁月洗刷后的灰色调，飞檐翘角，人精神抖擞。殿内主尊供奉华严三圣、释迦牟尼佛、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。白衣观音以红白色调为主，雕刻线条清晰明快，面容温润的白衣观音菩萨，慈祥中却可感受到历史斑驳的痕迹。右偏殿供奉初祖达摩祖师，右手成拳，左手包住以示善意，圆滚滚大眼睛加上露出的门牙，严肃中带点和蔼可亲。左偏殿供奉正气参天，关圣帝君，再近一点，圣君对你微笑呢。准提佛母身上的配饰是不是似曾相识？寺里一对一对的梁柱在造型上各有不同，梁上的题字是警醒，是祝祷，细致的雕刻艺术更具历史风貌，保存价值极高。抬头仰望，日式风格的隔天井年久老旧，有滴水的情况，所以目前可看到大殿外观暂时性大铁架的罩护之下，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状况得到大大的改善。陶砖下方为年代久远的孤老石地基，可看出有下陷状况。静谧的大冈山新超峰寺的一扇窗一面翻，蒋觉新大师打造的青斗石天宫炉栩栩如生，细腻精致，还有很多值得探访的角角落落。邀您随喜共修修善功德，延续观音慈悲愿祝佛殿。邮政话拨00448584，00448584，户名新超峰寺，电话07631-2291，07631-2291。诸三长老、各位法师、各位菩萨、各位信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首先感谢生命电视台，让我有这个机会透过电视台的网络平台来向大家祝福新的一年。那同时也在这里跟各位报告，墨学是在台北龙云寺，在107年接任了龙云寺之后，那因为龙云寺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，是在过去贤顿老和尚，那贤顿老和尚在他的年代是跟白胜长老一起在台湾佛教奉献付出。那贤顿老和尚呢，本来在民国56年就有心要重建龙云寺，但因为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，
因此一直延误到现在。那莫学明来在接任龙云寺之后，也真的看到龙云寺我们的僧众啊，年纪都很大，在这个空间条件都非常差的情况之下，感觉非常非常的辛苦，那也很老旧。那为了能够重建呢，就配合政府的维老都更，我们非常庆幸三宝的加持，大家的帮忙之下，我们已经取得了维老都更的重建计划，也取得了建造，我们已经准备要开工。那当然在这段时间物价波动，那经费呢非常的庞大，那在此透过网络电视台来向各位法师向各位信众联流，来请求大家来护持龙云寺，来赞助龙云寺的重建。龙云寺的重建将来是在台北市一个都会区的道场，希望透过十方信众还有各位法师的加持，让我们的经费能够更充足，让龙云寺的重建能够早日的完成。因为现在在法规上取得了建造，我们龙云寺呢必须在31个月，也就是2年半的时间要必须完成。但是因为物价波动特别的大，这对我而言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那在此呢，透过我们神明电视台给我这个机会，来向大家说明，来向各位诸三长老法师来报告，也来祈求大家来帮忙我们龙云寺，让龙云寺的重建早日完成，让我们的僧众，让我们的信众都能够在龙云寺好好的用功办道。在此默学再次的来恳请十方信众还有我们诸三长老来给我帮忙，来给我加持，来给我们这个在经费上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确实在这段时间啊，阿伯也真多了，因为中间哦，龙云寺已经拆除了，但现在要重建，也势必要完成，但是确实经费哦真欠款，希望各位信众跟咱斗三工，予咱早一日完成龙云寺的重建。而且再次感谢各位法师、各位莲友的扶持，感谢各位，祝大家法力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南无无垢光明，焰光尊胜，妙香威德如来。南无无垢光明，焰光尊胜，妙香威德如来。南无无垢光明，焰光尊胜，妙香威德如来。念诵一遍，能消除取上师及密乘财物罪障。